那时候，耶稣周游各城各村，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治好一切疾病，一切灾殃。他一见到群众，就对他们动了慈心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像没有牧人的羊。于是对自己的门徒说，庄稼孤多，工人却少，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。耶稣将他的十二门徒叫来，授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，可以驱逐邪魔，医治各种病症，各种疾苦。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羊那里去。你们在路上应声讲说，天国临近了，病人你们要治好，死人你们要复活，麻风病人你们要洁净，魔鬼你们要驱逐。你们白白得来的，也要白白分施。